改了，就是欧洲国内航班，它只剩下十分钟，你们的登机门就要关了。先冲来，谢谢谢谢，啊，冲啊！我刚才吓死了，现在还在虚脱中。我们等一下跟爸爸要在行李找方面约见面，因为我们后来坐什么飞机？时间在睡意中，竟然经历我人生最可怕的一次登机，竟然没有买，就是。从台湾飞维也纳的，只买了就是欧洲国内航班，它只剩下十分钟，你们的登机门就要关了。先生来，先生来，但你要用汇丰银行的卡，那还有优惠是不是？对，我超傻眼的。那我，小姐帮我先关了，谢谢谢谢。我们的都在别的地，就是拖另外一边。妈妈说屁股拿什么？不是，那是不是行李？没有行李，没有行李。对，竟然在机场狂奔呢，好疯哦！谢谢小姐，赶快 check in， 成功哎，还没成功啊！啊，冲啊！那很幸运哎，竟然可以买到差不多时间的票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又 lucky 又可怕。对对，还好你们行李没有这样，那你这样更省事。谢谢，谢谢登机。你跟妈妈在穿哪？对，我们搭 China Airlines， 你们搭 EVA。我姐姐，最好的就是还好我们是跟爸爸，还好我们不是我们两个跟弟弟，对吧？耶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惊悚，一开始就让我满头大汗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还好吧 ？Are you OK？打喷嚏啊，跟妈妈一样。怎么可能还没有票？我现在要去。就是我跟你讲，这种遇到这种事情，不管怎样，就是先买到票就对了。真的。往 D1，D1。现在刚好买到 D1， 往这里。买到差不多时间。超幸运。很幸运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要机智。非常幸运。我刚刚没有狂奔、啊。还有那个所有工作人员都超给力。对，刚刚谢谢那个华航。长荣华航。对，长荣华航那个大哥哥大姐姐，可能这样讲吧，高人比较比我还小。大哥哥大姐。对，帅哥美女。帅哥美女们，感谢大家。我刚才吓死了，现在还在虚脱中，只希望就是可以顺利上飞机，顺利全家团聚。对啊，欸，但还好是这三个，哎，万一如果是什么小孩配小孩是要怎么样？哎，小孩配小孩是要怎么样？直接取消？哎，小孩，哎，真的，你讲的对不对？小孩配小孩就直接取消。对啊，还好都有各带一点小孩。各带。我们已经飞了十几个小时，快要到维也纳了。这样是什么？他们怎么抱啊？他们抱成这样什么资格在被大吼大叫？开始虽然是在那边乱哭乱闹，但经由妈妈的无力镇压之后，他就睡着了，而且自己一个人睡一个位置睡了八小时，不错哟，就发疯哎，对，到现在发疯吗？没关系，最后三十分钟。他我觉得他不是想要他，他也哎，可怜巧虎。我们等一下跟爸爸要在行李找方面约见面，因为我们后来坐了同个飞机，带着一个。所以小孩飞行是怎么样的体验？大概决定要不要生哦。先看一下。大家团聚了，坐着华航跟长荣。真是今天一整天都像做梦哎！我现在在出境大厅等待，要等六小时才能去转黑山国内的飞机。欧洲现在飞机要等六小时才有机场，那维也纳现在机场很早。什么都还没有开，所以现在先好，所以现在先派我老公先去探路，先去哪一个餐厅，我们要先坐个三小时，然后呢再去 check in， 再去呢奥地利航空的贵宾室坐，这样子带着这么多小孩，六小时也是蛮难熬的。希望姐姐们可以帮妈妈跟弟弟玩一下，让妈妈轻松一下。来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去黑山转机了，从维也纳机场去黑山。然后这边呢，机场完全都没有什么人，全部都是要自己自助，没有办法有人工，有点麻烦，但是也蛮妙的。然后其实行李托运都要自己来。那我们准备要去搭飞机啦，出发黑山共和国，出发耶！欧洲安检真的非常的麻烦耶，那连这个婴儿车上面所有东西都要拿下来，但还好我有多带一个这个。购物袋，你可以把这第一辣的东西全部都要塞进去，然后你安检才会比较快，不然的话这东一个西一个很容易漏掉。我们看到现在他们，我们先带一个车先过，现在他们其他人都还在继续安检。妈妈忍不住走过来，很怕吃饭蛋糕的两个小孩。我们
在维也纳机场吃蛋糕，准备去转机，已经入关了，然后要等飞机等很久，因为我们本来等六小时，他现在又 delay， 所以我们变得等更久。他的登机口很妙哎，他都是换来换去，到前一刻才会知道。快发疯了，等好久哦。那边大哭，我只好抱他。带小孩出门转机真的是无敌痛苦，我现在把这趟旅程视为我人生最艰难的一场战役。生三个小孩，带三个小孩转机，等待机六小时，24小时后才能进旅馆，是什么体验 ？Six hours later， 早上6点到这边，现在呢要继续等，飞机又 delay， 天哪！飞机真的是太难等了，从早上6点到现在足足等了7小时，本来讲说6小时，啊，已经很累，现在7小时继续等。准备要起飞了哟，去蒙特内哥罗，从来没去过的地方。去旅馆 check in， 经历了24小时，看起来有没有很皮，有没有很老态？我经历了干燥，干燥，干燥到不行。他那个呢？终于啊，找到我们机器的人了，开心哦，终于到达了，千辛万苦。我今天都骗了我几代。来，姐姐来，赶快，宝贝。我觉得相当于我刚静姐，然后是怎么样？废墟哦，是废墟吗？这个？来，怎么那么奇怪呢？还有个东西。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沙发床铺成这样，厉害吧？难怪爸爸先给我们心理建设说不是很厉害。看来好哎，我很大哦，可以了 ，OK 啊，我有缸哎，不要说啦，我可能蛮大的耶。欧洲那路非常非常怕行李不见，又带这么多小孩，所以呢，我就打包了这一个，就是上飞机的随身行李，就是我老公中这一个。然后里面呢，我跟你说，什么东西都要备一份。到欧洲呢，有一次就是有跟朋友来玩，然后行李不见了。